对富硒的茶农来说，这场雨下得正是时候。清明前几天，刚好是老谢家茶采摘的最佳时机。很多爱茶人士都到富硒追根溯源，了解正宗黄山毛峰的来龙去脉。高昂的马头墙，潺潺的小溪，漫山的树林，清凉的风，静静的，悄悄的，一颗嫩芽从茶树的树梢滋长出来。又是一年清明时，谢四时先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传统制作技艺唯一传承人。每当人们问他炒茶的秘诀，他总笑而不语。在他看来，炒茶是一种心境，是对谢氏祖先的缅怀。是对富硒山水的敬仰。是对青春的追忆。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谢氏族人便在黄山脚下的富硒一带依山种茶，以茶为生。宋代嘉佑元年，谢氏先祖严俊公独创出一套制茶秘籍，通过炒、揉、烘三道工序，使得老谢家茶的色、香、味、形达到完美统一。此法后来成为黄山毛峰茶的工艺典范。清代宣统二年，谢氏第46代传人谢洪范创立老谢家茶，开设老谢家茶茶庄。作为谢氏第49代传人，谢四时先生深得祖辈的立身之本与制茶之道。
相继建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成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生产基地、黄山灰茶文化博物馆。2012年，成功研发黄山毛峰生态茶饮料，为老谢家茶千年茶史谱写出新的绿色华章。复兴